段子长就待在台上呢，待在那边。不一定，多个地方跑的。那你过年那个时候就回去吗？回去啊。嗯。过年回去啊。嗯。你不回去啊？我回去。不是吧？那也是。一般以前过年我都去。节假日没事的，节假日你跟你父母去团聚没事，我不管。但是平常的时候啊，就跟我在一起啊，帮忙啊，好的。你跟谁上班都是为了钱嘛？嗯。都是为了发展嘛。我以前节假日就是请假的，不让去。我除了过年、中秋节、国庆节，其他我都在外面。你打工好啊，好久了，我觉得。我以前给人家上班的，我做努力了。我其实昨天我收到那个公司，我看到那个投资，因为我怕是传销嘛，噶投资人是王永吉，是不是？王还真是很。那是我老婆。哦，我就是我拿的是假的。就是那个董事啊。那个是我老婆。哦，是。就是你家人嘛，那个。那是我老婆。我就是我以前是姐姐还是哪个？是我老婆。因为看到你。王还是王，我们是亲戚。是我老婆，一个村儿的，都姓王嘛。但是他那个王跟我的王不一样，他那个王，他的爷爷，他的爷爷跟我的爷爷，不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。哦，对，根本没有关系，他只不过他也姓王而已。哦，这全世界姓王的多嘞。很普遍，对不对？显示看到比较年轻的。